快啊？第一，现在时间很晚，我想赶快回去睡觉。第二，跟你在一起从来没有发生过好的事情。第三，我这星期运势不好，我想赶快躲回宿舍。无聊。你才无聊。哎，有公事啊！哪里？招谁惹谁了？如果还能重来一次，你会选择狗大便还是奶油呢？好啊，说的算是蛮有道理的。陈雨晴，我威哥一向对事不对人，虽然我们频率不同，但刚刚如果没有你，我早就跌了狗吃屎。谢谢你。没事啦，同学之间本来就互相帮忙的。好，以后你学校有任何的事，我威哥照。相信我应该是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了。不过你刚刚连狗屎都看不到，还是我来吧。陈雨晴。你会不会太夸张？我是男的，好歹给我一点面子。好啦，威哥，这样可以了吧？嗯。等一下，头发上还有奶油啊？哪里啊？这里。王玲玲，你们先聊，那我就先走了。王玲玲，这么晚你怎么在这里啊？刚好经过啊。经过？这里是宿舍附近。这什么？没有啦，我刚好看到这个拳套。想说你还蛮喜欢打拳的，最近你又生日，就买来送你。原来是我的生日礼物啊，谢谢你。不客气，你喜欢就好。喜欢啊，而且你怎么知道我最近要用到拳套？这么晚了，你跟雨晴怎么会在这里聊天啊？今天女生宿舍的人帮我过生日啊，过完生日我们出来倒垃圾。假飞燕说的星座运势根本就不准，今年超多人帮我过生日。他也帮你过生日了？对啊，还有宝贝、马桶、假飞燕、高婉君，连杜组长都来帮我过生日哦。宝贝。你又在跟那个宝贝聊天哦？对啊，可是他不喜欢我叫他宝贝，说什么会想起脏东西。我觉得他应该是有受过什么情伤吧。真的好羡慕你哦，可以跟正妹发展得很顺利。哪里顺利啊？我跟他聊那么久，我电话号码都没要到。他不给你电话？也不是这样讲啦，他说什么他喜欢在寂静的深夜里用文字感受彼此的心跳，我不知道讲什么。听起来就是不给你啊。还不会嘞，我女神就是有艺术气息嘛。亏她现在还，她前几天还被写情书告白。写情书？想不到世界上还有像我这样痴情又单纯的人。那她答应了吗？当然没有啊，也有这种极品呢，所以我还是有机会咯。我是站在写情书那一方。马桶，你不用想那么多啦，你有假飞燕啊，他至少回情书给你，对不对？对，虽然他一开始是拿给威哥的，不过他最后还是拿给我啦，所以我才是最后的胜利者。
对，有晕的，晕了，干嘛啦？晕了啊！是有病啊你！干嘛啦？威哥，你没事吧？当然没事啊！你有必要一进来就给我这么大的冲击吗？你在垃圾场上捡那个全新的拳击手套？垃圾场是可以捡到拳击手套吗？这是毛领莹送我的。威哥。班长还亲自送手套来宿舍给你哦，威哥，真的好威哦。对啊，不愧是威哥哎，生日当天竟然可以收到爱的套套。喂，讲清楚。哦，爱的手套。你们两个真的很奇怪，一个好兄弟送的拳击手套，可以被你们讲这么猥琐。不跟你们屁了，我要去洗澡睡觉。哎呀呀呀！哦，爱的手套。喂，抱歉。洗澡了。台湾的警察真的很有效率，手机昨天被抢，今天就找到了。还不是那个朱一直硬起来给警察施压，这一次我还听说他昨天整个晚上都在警察局站岗。哇，这个朱一直这么给力哦，也是蛮有情有义的嘛，是不是？好啦，学校不只有朱一直，还有洋葱的杨老师啊。我们学校真的很特别，有猪还有洋葱，要不然就猪吃洋葱，我们来搞一个猪圈，对不对？可以猪地耶。你会不会太过分呢？为什么要拿老师的名字开玩笑？你们真的很有创意耶！对啊。那为什么杨老师像洋葱啊？因为人家外冷内热啊。如果你可以一层一层剥开他的心。贾飞燕，请你停止，拜托。我看你应该不是想要剥开他的心，你应该是想要剥开他的衣服，在那边乱看吧？对。哎呦，你就不用说那么白嘛。可是我听说杨老师好像要离职了。他离开了。消息是 A 班传出来的，应该是真的吧？如果他真的离开的话，我的心不就碎光光了？你怎么可以这样啊？你不是才刚给我情书的吗？现在又想扒开别的男生的衣服，然后为他流泪，你把我放在哪里啊？你放心。你绝对不住在我的心里。我要是为了这棵芭乐树去放弃了整片森林，好像不太划算哎。我还想当自由的燕子。你这样子。好了，你千万记住，在暧昧的世界里，谁先认真谁就输了。没关系啊，我可以陪你去塞纳河畔哭泣一下。你在装什么文青啊？好了。我可以陪你在淡水上面哭腰，就不要理蒋飞燕了。走，你这样很差。我觉得飞燕讲的没有错啊，反正你们男生就是追女生的时候最勤劳，追到手呢就变一个样子。废话，你考完试你还会看书吗？傻瓜，傻傻的。臭男生。我放了，在哪里？不是吧，在哪里？玲玲，都黑前正热的外头人，这个入的空气没收着，泪眼翻滚，也就 call me Terry Bay Jay Sam。家伙说很帅，你快过来帮我按摩。每天下课都要去打扫楼梯，这样我累的耶。我们集体作业被抓，校长罚我们劳动服务，就该偷笑了。你还嫌？包贝尔，你会不会太过分了啦？我身材哪里不好？前途也胖掉的。好恶心哦！我承认啦，那封信是我写的，而且全部出自于我的真心，绝对不是开玩笑。贾飞燕。我是真的喜欢你。
妈的！哎，马桶，你干嘛为了假飞燕把自己搞成这样子啊？我的心好像破洞了。什么破洞啊？我看你是脑袋破洞了你。我没心情跟你开玩笑。好啦好啦，我认真跟你讲啦。其实哦，以我这个情场经验丰富的情圣来说，你这个状况就很像是失恋。你情场高手。可是我这样也不算失恋啊，因为我根本还没开始谈恋爱啊。哎，我问你啦，你刚不是说你心脏破了一个洞？对，你是不是会回想起你跟他相处时候的样子？对不对？好，那我再问你，你平常上课的时候是不是会不由自主一直看着他？对，对嘛。所以说，你所有这个症状加起来就是失恋，你就承认嘛。飞燕的心真的很狠哎，他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？我对他这么好，没道理啊。你这白痴哦！你有听过什么叫最毒妇人心？更何况，女生讲理吗？不讲啊。对嘛？他不讲理，你硬要跟他讲理，你这样不是自讨苦吃？那我该怎么做啊？你真的很喜欢小飞燕，不考虑别人？你也知道，我只对他有感觉。啊，好啦好啦好啦，我跟你说，女生嘛，对不对？你就是要包容她做的所有事情，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，你就是要全部都要接受。女生就是生下来就是要给我们男生包容的。我懂了啦，与其我在那边难过，我应该做更多事情让他感动，对不对？哎，猜猜猜，力力力力，哎，我相信你会做到的，宝贝，谢谢你耶，我就更努力了，让假飞燕离不开我。哎，奇怪了，干嘛？威哥怎么还没来社团课报告？哎，对耶。我想要跟你们一起练习。郑明威，上次跟我们俊杰哥在校外 PK， 被打得还不够啊？对嘛，还有我们俊杰哥被处罚，都白目。那件事确实是我引起，我下了暂停。可是是学长先挑衅包贝尔的啊。废话少说，怎样？上次打不够，这次来我们拳击社踢馆啊？我不是来踢馆的，我是想跟你们大家一起练习。你把拳击社当作合作社啊？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，这菜鸟会不会？不然你还试试看啊？干什么？怎么了？郑明威，来我们拳击社有什么指教啊？学长，你来正好，他们两个很难沟通哎。你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，我们很忙。我是想参加拳击社，跟你们大家一起练习的。你现在在玩哪一招啊？没有玩啊，我收到你寄给我的传单嘞。哦，你说那个、哦？那是上次我不小心经过健身房，想说你那么爱打，所以啊就给你参考一下。怎么，你真的要来啊？嗯，好了，你做什么不关我的事，只是如果你想要跟我们一起练习，就必须先加入我们拳击社。你的意思是说加入拳击社就可以跟你们一起练习了？没错。俊杰哥不要啦、哦、学长你等我，我马上去办转社手续。好，我等你。OK， 继续练习。干嘛吓我啦？我哪是要吓你啊，我是要问你有没有胶带，我想把这个贴在墙上，然后小的贴在灯上，这样我一抬头就可以看到他了。哎，你觉得你把假飞燕的脸贴在日光灯上面，他知道他会开心吗？对哦。哎，我觉得好像用完了。啊，威哥有，等一下。上次不是才把这单子丢掉，为什么还出现在你抽屉里面？包贝尔，你现在越来越大胆了，趁我不在的时候可以放我抽屉啊？不是啊，他只是要找胶带而已啊。你该不会是想参加比赛吧？对啊，不行。哎，不是啊，
你上次不是说你没有要参加？难道学长挑衅你，逼你比赛啊？他都要毕业，他没那么无聊了。如果不是学长，威哥，你缺钱哦？你是看中奖金哦？我就精力太多，没地方发泄啊！我不可以找一个合理合法的地方打架，是不是？可是你，可是什么？是兄弟就支持我。要找人 PK 啊，不过这次是正式的拳击比赛。为什么要参加比赛？很简单啊，为校争光，搞不好可以替升学加分。你真的总会为了分数跟升学做这种事？你干嘛？好像很了解我一样。不要在那边跟我装熟了。我只是不懂。为校争光，争取荣誉，到底有什么？我妈刚才打电话来骂我，这种不想读就不要读了，还叫我三年级的学费自己想办法出。你妈应该是讲气话吧？气消就没事啦。她也不是完全讲气话了，我家是真的有点问题，我真的不知道三年级学费拿不拿出来。啊，那怎么办啊？我也不知道啦，顶多暑假去多打几份工吧。反正我论文和，我应该是不会休学的。我不想离开你跟威哥了。当然很有意义啊。有的时候我们做每件事情，不见得是为了自己。你看着身边的人快乐，你就会跟着快乐。但你不一样了，你是把你自己弄得不快乐，别人也不快乐。我让谁不快乐？你弟啊。你现在不游泳是为了惩罚你自己，给你弟一个交代。但你不快乐，你弟知道了，他很快乐。他真的看得见？只要你相信。现在不游泳是为了惩罚你自己，给你弟一个交代。但你不快乐，你弟知道了，他快乐了。苏佩云，你找我有事吗？我想加入泳社。时空。